手机和手机壳子人家随便就扔着出来了，早晨起来看见我手机了，哭着有手机呢，我把手机壳子取掉给人家，人家也看不出手机啊，随便就扔掉了。你咋哄姐都不相信啊，要是看见手机啊，那眼粉粉都是笑，有时候把手机拿上打到耳朵上还打电话呢，我也平时给弄摸久着嘛，姐得咋知道了。过两天马上也挺暖的了，那娃姐今天房子里面还热着呢，用着泡泡沐浴露给娃把头脸浑身统统都洗给壳子。我每次给娃洗给走了都用的这一款泡泡沐浴露给娃洗着呢，这是洗活儿合一，头发和全身都可以洗，特别温和，新生儿都可以用，不伤娃眼睛。38发一片，一片300毫升，58发2片比较划算。把澡洗着出来过到这被被子里面，看起可长这么大了，以前过的时候弄点点子，现在马上被被子过不住的了。每次给姐俩把澡洗完之后，把这双身乳、抹脸油、护臀霜统统都一抹，把尿不湿一起，衣服一穿也就好了。小的洗完还有大的呢，一样的流程，一早上起来直接把你毛糊涂呢，早晨起来再啥都能忘呢，把这 AD 和 DHA 不能忘，你俩的一个喂给一个。这两天我这小的好像有点感冒呢，娃不舒服，走路路的哭着呢，姐俩吃的好好的，大的过去给小的抓给了一把，小的又开始哭的，我哄了一阵阵子可哄好了，俩开始吃开了，感觉这娃越大越难带了，人家两个啥都知道了嘛，尤其我这小女子这两天咋那么爱哭，人家多少一感冒就是哭嘛。